文老爹赶电玩。来，出了一个新角色，就是我们的集训先导，是集训先导没错吧？对，集训先导。好来，我看人家大概都要几抽啊？靠腰。好，我们就先来100抽，没问题。吊水球这种东西啊，是很简单的。我们再来，大奖预览还有一个，要吊到大奖才可以到下一阶吧。我们再来，集训的先到啊。孩子没有，到底老爹，到底老爹 O 不 O 就看这一次啦。好，钓到了水球头像，然后本轮可以重置，我重置，我再钓。我刚刚几抽中的、啊、我也不知道啊，靠腰。我们再来，孩子没有，我买，我再买，这要干嘛？我买买买，看不懂就是很重要。哦，没问题。然后继续来水球。我们继续，我再钓，我钓不完的水球。好，大奖又抽到了，我再重置。这个好像就有集训卡嘞。孩子没有，大家是几抽中的、啊？靠腰，该来了，老哥啊！集训的先到啊！哎，这个我是抽错了，我是不是抽错了？请稍等，等下，怎么没有先到啊？我是不是搞错了？靠腰啊！人家是不是搞错了？先把这个抽完。我再重置。这里面可从先到集训。奇怪啊，请稍等老爹一下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老爹真的搞错了，应该是这个啊，我的天啊。好来，没关系，
我们继续。哎，我怎么这么衰啊？我抽错了啦！赶快给我啦！好，我们二十抽了。我们再来。特训卡，我要手册啊！手册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手册在哪里呀？来，没问题，给我多一点的手册啊！先到账啊，文到账啊！人家以前也是玩文道章的，结果你技能越改越多啊！我真的按得出来吗？好，我们再来文道章。哎，给人家一下啦，文道章啦，给一张啊，老哥。好，我们再来。再一百。差不多要几抽才会中啊？我觉得刚刚那个水球那个我快毕业了，等下把它弄毕业好了。没问题。天哪！该出现啦，文道章啊，本命角啊，每一只都是本命角哎，然后每一只都被盖爆啦。这个集训卡是有没有啊？啊？我不会又抽错了吧？还是没有，我们继续，还有40张，给一张啊，文道上，文道上，中啦，各位观众，没问题，我第二阶段都是这个、哦。集训卡、哦，好，我把它按完，没问题。还有2次，最后一次，好，没问题。然后刚刚那个水球、哦，我觉得我快抽满了。把水球也抽一抽啊，可以得到这个。我来得分哦，给我得分啊，我要得分啊，给不给得分啊，老哥，他不给我哎，水球。50个，让人家得个分吧，怎么样啊？我们继续。好，有了，靠，要多30个哎，不能重置嘞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把它快速抽完。然后。球队，文道章，如果想要击败我的话，还要拼命练习才行啊！如果想要击败我的话，怎么不能进阶啊？如果想要击败，如果想要击败我的话，还要拼命。请稍等，老殿下，大家进攻，女生吧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这个抽完已经差不多了，
没关系，老爹之后再来练练啦，因为这次角色有点难哦。拼命练习才一键升级。我再升级，我升不完的级。好，没问题。那么各位观众，影忍者分身之术，我们在明天的影片再来打给大家看哦。老爹练习一下。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